心向林，心向亮。啊，那个我们俩准时到啊。不是，脸脸，你最近不对呀、啊？嗯。哎呀，这小脸儿啊，这么消瘦，怎么回事啊？睡眠不好，怎么可能？前两天还在我微博里给我留言呢，说，哎呀，最近呢哈有婴儿般的睡眠，我这两天哈正愁怎么睡美容觉呢，交给我吧。别说你问呢，就这几天呢，就电话都打爆了。嗯，赶紧把这招告啊，找什么秘密？我说我今天啊，我当着秘密面，当着大伙面。我跟你说一下，我那婴儿睡眠是怎么回事？昨晚上不买个股票吗？我上火了，哎呀，波动特别大呀！我就睡一个小时，我哭一个小时；睡一个小时，我哭一个小时，就这么个婴儿式的睡眠呐？对呀，就缺觉呗。有的时候我还觉得我缺觉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什么叫我这么觉着？我是为了你今天的主题。你看，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们，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大，工作繁忙，啊，家里的琐事又多，所以说睡眠不好。不要紧，我们今天心向林为您这个集结了所有关于睡眠的故事，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与睡眠有关。说到睡觉呢，就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，
于小脸同学上学的时候有名的睡神。是，你看秘密就是统治清楚的都叫我叫睡神，一般同学都管我叫飞神。我上上课脸就睡着了，老师一看气完了，于小脸上课为什么睡觉？没睡啊。还说没睡觉嘴硬啊，你刚才为什么闭眼睛？闭眼睛我是在那儿就是闭目沉思。你还点头了呢？你点头我说老师讲的对呀、啊、你还流口水了呢，说明老师您讲的津津有味啊。不行啊于小脸，你给我一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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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哈。我呀、嗯、我是想睡觉的时候你是控制也控制不了，但是田王啊，他是想睡也不能睡。Thank you.
脸脸啊，我听说你小时候可聪明了。哟哟，啊！别老说，那个当着观众朋友面，今天就说一次就行了啊。嗯，别老说，就说一次就行。你都说几次了？这一会儿，我小时候还比较可爱。嗯，哎呀，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不有那么一项政策吗？对啊，少数民族的同学都可以加点分数。啊，有这个升学的时候有这个说法啊。啊，于是呢，老师就问哈，少数民族同学请举手，我们统计一下。不小脸儿，看着不像。小脸儿，你哪个级的？我睡眠不足啊。还给你加分，我要是你老师，我就给你直接降级。小的时候嘛，童言无忌，不懂啊。现在的小孩可聪明了。哎呦，人小鬼大呀。你想，这头两天啊，远方的亲戚来了，有个小侄儿，啊，这不我就陪着玩。结果大人都出去了啊，哄孩子睡觉这事儿就交给了我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简直是一种痛恨的。我斗智斗勇，我就跟他，我就想怎么能睡着呢？做游戏啊，藏猫猫啊，讲故事。我讲的不好，王刚讲故事。看电视。对啊，哎，老梁看电视也看。哦哦，对对对，都看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怎么整啊？哎呀，老梅，最后我累，我睡着了。我给你讲哄小孩睡觉这招哈，你可以跟我们窦星好好学一学。闭嘴，别告诉我是张小薇。走了，明个。明天同一时间呢，脸脸和咪咪继续跟你们进行拍照。动不动就暗伤和气。那怎么了？哎呦，再见，拜拜。